在水深四十米的潜水艇里，郝伦看到了什么？今天带你到哪里搭潜水艇呢？济州岛的西归浦文岛。3:20会讲中文。这个是我们潜水艇的票，超酷的。坐一次一个人大概要快2000块台币，但是假设上网的话，先买会比较便宜，所以记得一定要上网买。等一下就来坐潜水艇吧。这是亚洲唯一，也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观光潜水艇。现在正在这个潜水艇的里面，上面有一个潜水夫正在待命，等下就要下去喂鱼给我们看。现在水下24米了，也下大概8层楼的高度。这些景色对我们常常在潜水的人看其实蛮普通的，但你的家人或你的朋友呢，他只要很想要看海底的世界，但是又有点害怕安全的问题的话，来坐这潜水艇绝对是最棒的选择。